学们大家好。看到这样的状况，那我们两位退休老师仿佛回到很多年前的资优班，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成果发表，代表我们陪伴的孩子终于长大了。那现场应该还有学弟学妹，未来你们也会站在这个舞台上。那讲评之前，我要先说，我们两位老师呢，是依据你们给老师们看的纸本来做讲评。那这个过程中呢，今天早上9点，我就来到学校，陪着你们一起跟其他分区的评审一起看你们的报告。那到现在为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好东西没有完全呈现出来。我不晓得在场的家长有没有跟我同样的感觉。其实孩子做了很多东西，也可能是时间的关系，没有在所有的报告中呈现，那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所以呢，未来我知道在这一届中，未来有很多会往资优班继续的就读，那这是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你的所有报告中的东西，包含你的所有设计，都应该要把它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你的纸本内。有些东西可能是创作的作品，我可能用拍照，那有些可能是影片，我用结尾的方式加说明，不要让我们孩子给家长这么以及老师这么辛苦的一段时间的独立研究，因为报告没有呈现而让别人去误解我们的成果仅仅是这样。我想这是我们一起可以共勉的部分。那等一下呢，我要就我刚刚说的，我们都是依据纸本的部分去看到的。那今天给的建议，或许我们的建议其实你有做，但是没有呈现在你的纸本中，那就请注意喽。未来希望你们把所有的成果都要放下来。那举个例子来说，我自己的孩子在毕业前也做了科展，那我也带着他班上的孩子一起做科展。你知道他那件科展作品到了大学推甄还可以拿出来用，所以可见我们不管有没有做科展，你今天的成果就是跟着你，未来可能都可以用。所以趁现在还早，你没有全部呈现的回去把通通加进来，未来你在推甄的时候它是一个好的辅助资料。好，那我就进入了个别讲评的部分。那时间很短，前面又让我讲了这么多话，所以速度会很快哦，打开你的耳朵注意听吧。好，我要先谈的这一组是用乐高的这一组，皮卡丘的这一组。我想我们有一个未来的动画家出现了，那受限于皮卡丘的版权，可能你现在的设计比较阳春，但是老师希望未来看到你未来可以自己设计一个角色，包含你的动画做出来。我们希望未来我们有一位大师在普前的这个熏陶下，未来可以产生。那我们给他掌声，哇，真的是太棒了。好，第二个老师要说的是宝可，应该是宝可梦的桌游的部分。这个是我觉得我心中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我从整个书面报告看不出你的设计，然后呢没有看到成果。那刚刚利用中午的一点时间，
间我特别去看了你的设计，其实你的设计表现得很好，跟我们前两年在师大设计数学桌游的时候有异曲同工之妙，可惜你所有的东西通通没有呈现在报告中。今天听老师的话，回去把他所有拍照做成文字档放入你的报告，那未来这就是你的一个资源的部分。或许你是一个开发者，所以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好，一样我们给你掌声，好棒哦！好，气炸锅是我们现在谈的，对不对？每个家庭几乎都要买一台来用用看哦。所以呢，老师想问的是，你设计的食谱是你自己做的，对不对？好，记得把你的食谱记下来。然后呢，学校目前国小是有午餐秘书的，你所有的设计可不可以去跟午餐秘书讨论营养素的部分？把汤水不完整的写下来，然后给予我们六年级孩子建议，你要摄取多少？因为你这一份可能不是给一个人吃的，那这样就可以连接到你的文献探讨的部分，知道我可以提供怎么样，可以让六年级孩子在成长的阶段可以做的示范食谱，它的整体价值就完全提高。而且呢，目前我想就有啊，这么好的资源怎么不用呢？那太可惜了。拿一张午餐秘书，学务处就有我们的午餐秘书，这样可以吗？好，我们给予他掌声。好，接下来要谈的是，原来如此，图形图色的这个构思探讨。哇，老师太佩服他了，因为这一件在参加课程之前老师又跟他有过讨论，一个人可以从每一个探索去观察我怎么样去做，找出所有数字之间的关系，然后推演到课程结合的部分，这对于小六所学生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可是呢，你平常在报告的时候像不像一个数学学者在跟你对谈？我只有听到后面的小四的学生说，哦，听不懂，哇，他到底在说什么。好，可是呢，他来问看小六的学生，好啦，请家长们帮我解释，把眼睛遮起来好了。好，帮我遮起来。好，来，小六的学生请跟我说他的报告听得懂的人举手，我看一下你听得懂他的报告。哎，好，放下，家长你的眼睛可以睁开了。好，所以呢，你有一件工作，你要负责把你的这个研究让其他同学听得懂，用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在做科展，它形成一个公式是一定要的，可是你怎么用浅浅的话去让每个人感受数学的美，这件事很重要。但是我相信他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研究，那其他的小六的同学你要加紧脚步，你要听得懂才行。好，我们给你掌声。哇，红队的女士数学家要呈现哦。好，下面的这一个我要谈的是蜂蜜发电。好，这一个研究看得出来你的用心，也看出来家长的陪同，因为你实际探访了很多的地方，对不对？好，那整体研究来说，你到了那个地方很棒的表现是你不
状况，其实你还在当地测的风速。那比较可惜，老师仅有看到当时候的风速。其实我们的绩优班有另外一个好处是扩展你的视野，想办法写信给这些单位，跟这些单位如果可以取得联系的话，其实可以得到更多一到两个月的讯息。如果这些讯息都有，他会更棒。那因为我们没有去跟他要资料，就会变成不同时间只会得到一个资料讯息，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但是呢，从你的研究中，你的实践精神是老师非常配合，但是给你鼓励的同时，也要给你的家长鼓励，因为他要陪同你到每个地方。好，我们用掌声。好，非常非常的棒。哦，好，谢谢。好，接下来我要谈的是志志光谷的这一组。这一组我记得我曾经跟他们谈过。在科展之前我曾经这么说，怕什么？我应用科学我做得出来的东西，谁都没有我比我棒的这一点，因为别人做不到我做出来了，对不对？我有没有这样讲过？ Okay， 所以这一组的棒，他把很难的科学又实际的做出来。那这是一般我们的探索，而且他们还要强调，我参考以前的资料没有做出来，这个部分是透过我们的探讨而做出来的，这其实就是我们独立研究要培养的能力，所以他们透过他们的亲手达到了，所以我们要给两次的掌声啊！哇，好棒啊！谢谢你们。好，最后的老师要讲的最后一组，不是全部的最后，是我讲的最后一组，是我们的探讨荧光色素的社群应用的部分。这一组呢，在这个时间点是最符合我们现在的状况的，对不对？今天他跟我们特效中心的评审说什么？他说我们最有用。因为呢，大家都买不到酒精，但是呢，你用我们萃取出来的荧光剂，你不会浪费你的酒精，因为我可以看得出来哪里我喷上去了，不会浪费酒精，我可以看出我消毒的范围，所以它最具推广度，最近我们的特色的部分。当然，这个题材这几年都有人。你们包含学弟妹，你们未来要研究的题材，可能别人错过了没关系，因为你用你的方法，可能会做出你独特一格的研究。这是我们在训练我们的研究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环。所以他们最符合实际，跟你说我哪里酒精厂消毒了，我哪里做到了，所以。他们最符合我们现在的需要，那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谢谢妈妈，你辛苦了。好，那接下来的部分我就交给刘老师了，刘老师先把后面的八组的奖品哦给你同学，谢谢。好，各位校长，无论各位家长，大家好，太巧就站在上面了。好，这边的话有八组，那比较偏向的是德文的方面哈。通常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些人就做调查啊，然后有一些就用访谈，所以其实哈，调查访谈就是一个是量，一个是值啊，量跟值本来就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啊。那现在做研究通常很喜欢把这两个混在一起，混在一起的结果哈，你要怎么呈现就。要看个人的功力了哈，所以尤其是我们啊，才是小学生，所以能够把它很完美的呈现出来，就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哈。好，刚刚那个历史老师有说过了，我们这个研究报告其实就是一本说明书，所以。
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在独立研究这个过程中啊，一个学习的历程，还有一个最后的结果。那我们上台报告的很多就是最后的结果，像等一下我要说的第一组，他的小说，那一本小说就是那个结果。但是呢，你不要忘记你的那个研究报告必须要包含很多很多其他的部分，其他的部分。常常啊，仔细研究有的时候，你要呈现他说，我这边可能文献他老人家摆进去，你要怎么摆进去？这时候就要看你的功力了哈。等一下我们可以慢慢的讨论到哈。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资料来源，其实呢，我发现有的同学啊，有一组哦，机不可失那一组，他其实有收集很多很多的资料，之后他就把它做统整，统整之后呈现出来就。他自己的资料，但是唯一的可惜的地方就是你要注我们现在是在写研究报告，你要怎样标你的资料来源就一定的格式啊。他这边比较可惜的是他有把好多篇的资料融合在一起啊。另外一种有同学写资料就是我整段这一段有注明这一段啊，那你想啊，这一段著名的资料来源，这一段就是某一个人的，好，那很好，反正至少有交代的来源。另外一个我看到就是你可能就是你整个资料上去了都没有交代你的资料是哪来的，这时候我在想，会不会是你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同学你要想到，今天你做了独立研究之后，以后的话，你的学弟学妹或者其他的人来用你的资料的时候。哎，你一想，这个就是我写的啊，他为什么没有把我的那个姓名啊，或者我的那个研究的报告标上去？所以你看看，要标明啊，你的资料来源就是尊重原来作者的一个方式哈。好，那我现在就一个一个来讲一下哈。好，第一个是小说创作遥不可及，啊，校园友情魔幻现实小说啊，这一个啊，同学能够完成这一本，就真的非常令人佩服了，而且他还是一个人独立的完成啊。如果就整份报告来讲，他是真的是，我觉得他的头脑非常的清楚，啊，脉络非常的清晰，然后就小说本身来说，哇。他的逻辑根本就是很强啊，他能够，一会儿是他自己，一会儿是他的朋友，啊，中间的那个穿插，都可以，弄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啊。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研究报告的部分，他这个可不可以，像那个文献的探讨的部分，可以把它用得很好呢？也是可以的哈，啊。譬如他在前面文献的部分可以讨论一下啊。别人的作品，然后别人的经验，甚至他要写他这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找相同主题的那些小说，先来看一遍，然后再把它交代出来啊。好，我觉得他就是用那个同学现在同学之间的经验，他就可以写的啊，那个架构写得非常好，他可以去找一些之后更。我看现在很多同学在看那个科幻小说。他就可以进行更高一个层次的那个创作了哈，啊，这一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认真哈，啊。哎，我看到我的这个真的都是非常认真。第二个，我说他做这个不容易哈，啊，他做进行自由班啊和班歌的创作，那为什么学他不容易哈，啊？第一个还是一个人，啊，再来就是你看看。他必须要收集那个文献，再来他还要去做问卷调查，还有他对那个一些老师的访谈，再来他要进行创作，那个过程真的是太多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份报告就是，就整体你如果看每一个项目而言，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努力啊！然后你再把自己。某一些资料真的都，现在这些你可能报告，可能不一定写得非常完整，但是这些资料都可以留着，以
后你都可以自己慢慢的把它补充上去。你不同的阶段，你就像访谈的资料，以后你再来看的时候，哎，我当初好像少写了什么，啊，那些某一个访谈的老师的那些资料，都可以再把它补充上去啊，好。所以我，你看我才讲到第二个，哦，真的是每一个都非常的认真哈。好，第三个古往今来啊，金兰风华再现啊，讨论兰花花农的困境。好，这个就是他可能对兰花非常有兴趣，不过这个对小娟来说是有一些严肃的哈、啊。好，那他是用文献跟访谈来完成自己的那个作品哈、啊。那这时候就是呈现的方式，我觉得他结果呈现的方式可以再思考一下哈。啊，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去做？那你自己可以报告怎么呈现，自己可以再想一下。然后中间有一个研究方法，他能把文献摆在那边的时候，就是摆的位置好像怪怪的哈。好，还有资料来源的时候，你用的是哪些资料来源？后面通通都要呈现出来啊。啊，这也是一个人的水平，还是觉得他很辛苦啊。我下面这个是啊，两个人的啊，两个人机不可失这边手机的调查啊。好，他这一个的话，我觉得他做的最好就是他能够把那个文献用自己的话再来做统整。那唯一的就是你在做统整的时候，你要做用不同的，既然你已经做研究了，要用研究的方式来注明你的那个资料来源啊，好不好？哇，第五篇也是非常努力啊。第五篇是实际解谜，好，那题目是《前尘往事》，古前实际解谜游戏设计啊。如果你看到他的这份报告，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非常认真。而且哈、啊，你看着报告就很想想去玩啊，啊，然后看到的就是它的内容架构非常非常非常的完整，啊，而且很厚的一叠，所以它是非常的充实啊。然后也是就是，就是那个资料的地方哈、啊，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哈。啊，这一组真的我觉得非常的认真。好，请坐。好，再来这个可能就很吸引同学，他是要研究神魔之塔的啊，他的游戏。哎，那神魔之塔这个是一个同学在做啊，那你可能你的研究可能就会让很多人想去看。不过就是说，你想说神魔之塔有没有文献探讨的部分？其实是有的，文献探讨不仅仅是只有资本而已哦。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譬如说，好，某一个玩家他在发表一个那个影片的部分，其实也是可以当做文献探讨的内容。所以他这边就是文献探讨，我觉得也是可以朝这一方面去走。再来，我觉得他的这一个，有在思考，他是说他要用，最常见的那个牌，然后他自己去玩。那我在想说，你在玩的时候，你想怎么组合的？啊，你玩的那个人会不会影响你的那些分数？是不是你要思考进去？如果这些不能够控制的时候，那你的题目是不是就要改一下？就你变成那只是我们认为说我是在记录我在做这些事情的一个过程。当然，不同的人，像你玩那个的时候，你可能是玩一次，你玩两次，你的结果会一样。如果玩三次结果一样的时候，那可能才有相应的数据。如果不一样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重新思考一下你报告呈现的方式啊。那我看你那边报告的时候，比较像说你在玩那个游戏啊，然后我们把你玩的游戏记录下来，然后你根据自己玩的游戏，可能就是啊，你认为啊这些东西你玩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好？那对别人而言，会不会是一样？可能就要再重新想一想啊。好，第七个就是我刚刚看到那个神秘的红色石头这个啊，好，
这个，哎，果然，如果你看看发表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吸引人。所以以前有同学有做过那个魔术方块的时候，啊，魔术方块长的，他应该就在现场示范怎么转才快，对不对？可是他把他的解题的步骤一个一个写到报告去的时候，是不是就很伤脑筋了？所以你这个就比较像他的那个部分，你怎样把你一个一个步骤弄上去，还有影像的那个清晰度都要考虑的很清楚，这时候你的报告也会很吸引的。所以我看到你的报告里其实也是图片很多，文字很多，也很丰富。但是如果我看到书面报告，就是我靠着那个影像啊来想象啊你的那个报告，如果我能够靠着那个你的书面报告，把你的那个跟你上面的动画一样的呈现出来，那就表现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啊！好，这一点我是觉得，图文并茂啊，就是看他的报告的时候，你也会想要去看看他究竟在做什么啊。好，请坐。所以你看，我这边的报告每一份真的是都非常的认真啊。最后一个还要说出中华的文化，还要介绍那个麻将啊。当然就是第一个要打破我们传统的迷思，认为麻将就是赌博啊，不适合同学啊。所以你看到，我觉得他这个是非常用心的。第一个，他要问卷，再来他要实作，他要自己设一个简易的那个麻将游戏，让同学去玩。玩完之后，还要再进行再一次的啊，问看，好，你的想法有没有改变？所以他这。也是一个人完成的，而且他的报告我觉得写得很好啊。哦，真的是这一段是非常非常用心的一个题目啊。所以其实我刚刚在里面在看的时候，发现选题也是很重要的啊。你如果想要让很多很多人一眼就看到你的题目，当然你就怎样，你的题目就要特别啊。如果你是想说啊，我跟扎扎实实去做的时候，你就要以内容来取胜啊。好，以上就是我对1到8组同学的那个建议啊，阿叔，谢谢大家。